县长、立委、议长都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回来嘛，还是要去看我，说来就来的，这就是穷穷。当年如果不是大家辛苦守住金门马祖，其实也没有台湾的安全啊。这个都是历史走过来，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。上面高层要怎么打来打去，最受苦受难都是人民。其实不要在那里讲什么武力怎么样子，应该讲的是人民的福利、人民的福气。民宿的增加100多间，观光客一定会持续增加。这个持续增加的观光客，相对应的，比如饮用水啊，其他方面。这一方面要预先来做建设，应该有的卫生设备、提升等等相关的配套设施也要早准备好，这样才能迎接观光客来的才会想再来。这次新船就让他老百姓都觉得很满意，而且还有马之间真的很需要多一艘船架，变得方便，地步之间也多有用。另外，岛际之间船7000万也是中央大力支持。那这是海运。南北干的桥，空运总局这边啊，我们一个进行。那空运的部分，北干机场将交通部大力支持，全力支持，希望这样快速度继续冲，继续拼，国家继续向前进。